好大一棵树，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我好像真的找到大的了。我去抓外面的。哇，真的吗？那我要 TP 过去看看。这应该是完整版的。哎、欸，那我把哇，这是萤火虫，好可爱哦。嘿、hey, ，好大！哇，真的好大哦。啊，好大哦！天哪，这都可以当家了。哎、欸，可是抓出来，可爱，为什么要？Oh my god！ 这个就不要，这个不要用泰拉夫好了，这种泰拉夫我觉得我们会 crash 掉，我会直接。是不是直接烂掉了？打嘞打嘞！哇，走！哦，你要拿金道夺光台，我惹怒了众神，快飞走，快飞走！你找到了不该找到的东西啊啊！起雾了，看不到了。你确定你要把门关上？刚才离我们家这么近的地方，你认真？哦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哦，悟星，你要不要 TP 来我这边？你这个离那个洛林的农田很近哦，说不定你干完之后，他的农田的东西有。我看到另外一个树桩了。哦，不要那么认真。哎，旁边还有那个。哦，这个先，谁起那个先？高塔。对啊，我先弄一个那个点出来。哦，天哪，那高塔是什么？哦，那也听起来很刺激啊。啊、这个也是旧时代就有的一个，然后我这边先我会带一个，还是没有找到木金啊？到底木金的生产方式怎么来的啊？不是是挖树吗？木金要先 Google 一下木金在哪里？我查过了，挖的树不够大吗？我从来没有看过有更大的树哎、欸，但是我很困惑，叫我反对报告 A1 塞车了，妈陶土数量太多。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然后风波在南边探索。对啊，我要去寻找大颗的什么寿司？不是大颗寿司，大颗寿司是什么东西？不是大颗寿司啊？什么萨科寿司啊？黑暗调味料 Dark Souls。Oh, yes. 奇怪的游戏名称、oh. Dark Souls。完了，越来越那个情况怎么糟糕？难道连咖啡包都要变成迷因日常了吗？找不到，那怎样才是谁？斯洛林，你可以盖房子了。好，我们要先跟观众讲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我们要先讲一下上礼拜发生什么事。我们要先飞回去，我们要先飞回去了吗？你要准备讲的时候跟我们讲一下。哦，我看到一个超大的那个了，超哦有，可是它的一格而已啊，一棵树，就一棵树，然后里面就一棵啊，旁边有，欸、不是那是菌，应该很多吧，啊、把整棵树给砍了，我现在比较。想那个，现在想那个迷托邦到底什么时候剪精华出来？你说迷托邦吗？对，我就觉得剪精华出来，我就会有母汤。我尽快要，因为我还要先想好那个到底片头要用什么东西好。看这东西，我觉得剪出来之后，我的日子应该就不久了。哦，对，我要现在破梗吗？还是先不要？然后重点是红豆是当那个嘛，他那个职业是小恶魔，然后小恶魔有一招是。那什么叫搓屁股？搓别人屁股啊！对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有高达80%还是90%几率搓都是洛林的。就让我看的时候，可怕吧？他只搓了风破一次，然后对我只被搓一次，其他都是洛林被搓。不应该是99%。哇、啊！我现在还没构思一些其他的脸要塞什么东西，我要花心思去那边想说到底我这东西要啊！我惨掉下去，有个叫。嗨起来了！哦，应该说已经基本上已经没有了，只有我们只能够用口头跟你们讲，我们真的没有留下任何记录。可是当时那个画面是没有人有录影，然后没有人有拍照。你知道是我们关台之后，大概讲的大概差大概五分钟吧，五到十分钟之后，然后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我们之前这个时候，就是我曾经我这边走进来这边的时候，是本来是应该这边就直接面对一个墙壁的，可是你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已经在它长在更后面了，是因为这边之前的时候有人不知道是发生什么原因，不知道是泰拉夫还是其他的什么工具造成的，是整棵树都被砍掉了，
它就慢慢的一层一层，然后自己剥离，然后好像一开始是右边的吧，右边那一颗在剥离，然后之后就沿到左边的一起剥离掉，两根就一起，两棵树就一起，整棵树就没有了，没有皮，对，它只剩里面的那个杂草，杂草树的什么东西啊，那个叫什么？他的心，对啊，就是心啊，对，长得像竹笋一样的东西，然后就只剩那个，所以就变成说中间有这个断层。看当时那个画面之冲击，真的是太夸张，超惊超惊，他的画面之冲击，超的震撼。我只觉得很好笑哎，我就看到那刹那，无奈的笑啊，大家全都傻了，知道吗？就是看到他自己一层一层剥掉。对啊。12 seconds later， 你说他吗？对啊。刚刚在那边抢，不要跑啊！让你跟光流交流哎、欸。肌肉强化，然后，肌肉强化。没有，我在找那个相关要素，这超难。比较好吃吗？好不好吃我不晓得。等一下，这个东西什么？这？制作药水的材料，我一次只能够放一个材料进去吗？还是我可以放好多个材料进去，然后去它去酿成一个药水啊？对，电药应该可以组合出来吧？有什么要把萤火虫放进去？因为我要抓壁虎。我先试着丢一些没有什么屁用的东西进去好了。我们试过再试。看壁虎是溺毙了吗？怎么不见了？溺毙了，溺毙了，毙了，毙了。哎呀呀！不要咬我！单纯的火焰。灯笼也会发光。好了好了，它在烧，它在烧，我在旁边边搅。这灯笼鱼不适合放在家里啊。你可以关个鱼池啊，做一个鱼池，好嘞，然后把它丢进去啊。可是它会咬人哦，我先讲。哦，把它关起来就好了。来，哦，我有泥炭了。你有泥炭了吗？我得赶紧空我两斤套索啊！你是嘞？放在地上，点六先放。这样，这样啊？哦，火之战。结果，哦，那就烧起来了。我在感觉烫。我要一边搅拌它、欸。天哪！啊，我就算没有上，我就算不是在魔法学校，我还是在那边学炼药，是不是？魔药学啊！哎，有点变成蓝紫色。为什么什么颜色都看得到，为什么什么颜色都看不到？有，的确有一点点蓝色的，它有从绿色变成蓝色的感觉。我呀，不对，这里阿公只有灵魂阿公啊，算了。灵魂阿公是什么东西啦？什么叫灵？就是灵魂啊。我决定先放一个材料，就先试试看好了，不然我真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弄。它变成一个紫色的东西之后，我就可以捞了，是不是？我没办法捞它、啊。果冻的颜色应该是要变那个冒出大量白烟的时候吧。它一瞬间就已经冒出大量白烟了、啊。哎，你刚刚是拿瓶子装吗？哦，我拿药水桶。药水桶有药水桶这种东西、哦、不是木桶啦。不过我靠，蹲下加右键可以拿出一桶来、啊，所以是按右，还是已经不足一桶了。有了，我拿的盾牌没有办法拿。哎呀啊，好，现在要分六，分六，然后是直接对着它按右键，是不是？对。搞老半天是盾牌的问题哦！天哪，火元素只能在宝石找到吗？但是元素宝石有相应的元素吧，所以真的有可能是只能够在那个地方出现。要找火宝，探险火宝。探险火宝不是要出衍生具吗？就是那个性转化，我印象中是性转化的吧？看，以符合不同市场需求。风高什么？
风高月夜夜那个什么月、月黑风高、哦、月黑什么？我突然想不起来怎么讲，反正就是那种在那种雷雨交加的夜晚里面，我在那边炼药，真的是很像巫师会做事情。那一个夜黑夜黑，接下来是杂草木的这个东西，等它淬炼出来。你按 Shift 的话，它会显示出来。可是因为大型箱子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应该往下拉一点，才会看得到它到底写什么。对啊，它这种麻烦的点在这里。那等它冒泡。哎、欸，你手上拿什么东西？加速法杖。这个对这个东西是有用的吗？至少可以加速蒸馏器。哦、是啊，它可以加速蒸馏器。理论上来讲，应该是倒进去之后，它应该可以获得我们需要的东西。不是，它这样，我还要另外弄一个药水桶，就专门放那种杂木桶之类的东西。天哪，很棒啊，超多东西的。有了，蒸馏完了。哎、欸，太快了吧！可加速一下就好了。哎、欸，这两瓶是哦，肌肉跟生命。好了，我们终于可以试试看那个肌肉跟强化嘛。我们也只有各两瓶的，各一瓶而已，所以失败就完蛋了。啊，直接两个瓶子丢进去了。等下两个瓶子丢进去真的没问题。这是要加水啊，不用加水。要加水啊！所以我刚是先把瓶子放进去了，然后才那个。啊！可是我不晓得这样的顺序。哎、欸，你，哎、欸，你开磁铁、欸，你开磁铁、欸，你开磁铁，是我刚没办法。哎呦，钥匙在里面。Lighting， 应该是一直按着，应该就可以了。它好像没有速度的问题，应该是一直搅拌就可以了。这样算成功了吗？哎呦，可以了喽！还有一桶，还有一桶，我还有一桶。啊，没了。啊，有了。然后瓶子他就还给你了，还给我们了。哦，那还好。哇，好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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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然后啊，强迫他酿造，快快酿造。哎，好了。可以捞了，看到火烤西，才一瓶哦，没有，还好那个药水桶有三桶，只是当下会很想哭啊，做这么久才三瓶哦，啊，异世界的药水冒险，不知道、欸、我也不晓得到底是怎么算的，就有点困惑。攻击力，要不你要不要一瓶？给你一瓶，可以喝的药水了。3.5 攻击伤害上去了五个，而且它这个东西应该是有那么一点像是相对性的，因为它好像有说就是其中一个要素比较多的话，它的那个效果会往那边偏向一点，所以它是一个相对性质、哦、啊，我先把强之酿，我先让自己去蒸馏其他东西，只是到时候这边的酿造的一些动向要调整一下，至少我知道说它需要很至少需要三个吧。各三个酿造器可能要多一点，对吧、啊？那个蒸馏器可能要多一点，要不然的话要蒸馏要一段时间。其他的那个炼药应该还好、啊，然后又看到好奇怪嘛，看不出来的东西。哦，Captain， 你应该是做出船的、欸。如果他这个可以一直发光的话，不知道他这个可不可以一直发光。你坐在哪里？坐在哪里？理论上哦，他的船是这样控制的、哦，怎么控制？哎、欸，你有看到我在划船的动作？有，你有在划船？你根本是左键跟右键都要按吧？对啊，你要，哇、哦，好写实哦！可是这样子，而且他是背后独木舟的方式划，就是那种一般的划船嘛，就是很写实那一种。对啊，我们的铁人三号就铁人三像其中一只就在陆地上划船，真的就是从这里，然后从这里划到这里，比谁比较。它那个灯
灯就会一直在上面。独木舟，太慢了吧，太慢了吧。完了，不过这是陆地啦。对啊，我们干脆在陆地上办这个比赛好了，那直接做个赛道，然后陆地上直接划船，看谁先到终点算了。好辛苦。啊、你就看到那个，就是那种史上最慢的那个划船比赛，太慢了吧？如果我们旁边是这种水流，那直接把船放在这边就好了。它在旁边滑，它开始飘哎、欸，船飘了。意外的在水中的动作好写实，只是它还有碰撞的感觉。不是啊，随便的荧光石，吸我的那头变成荧光石。出乎预料，看来在飞机在里面会变成这个哦，变荧光石了。好，感谢西罗的什么十万那个留言终结者的那个示范。既然都有人可以开发出把村民的鼻子剪下来的模组，为什么没有人开发出把牛或猪的鼻子剪下来的模组？用鼻子种，因为是村民的那个鼻子剪下来就可以种出一只新的村民啊。可是原本那只村民还可以生育吗？原本那只村民好像就不给交易了，因为他们没有鼻子。没有，我是说那没有鼻子的村民还可以跟村民做生小孩动作。这个你可能要问问看村民。遗传纸不见了，大概不行吧。你不要把那个东西说是某种器官好不好？他们的鼻子不是这种作用吧？